再吃了，他再吃了，哇哇呜呜呜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哦！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战利品，是一条已经烤熟的秋刀鱼。大家好，我叫静凡，你们可以叫我阿豪，我身边所有朋友都叫我阿豪。我想跟你们炫耀一下，前段时间你们在家里面都闷坏了吧，但是我没有，我想炫耀就是我除了能在客厅里面溜达，我还可以回到乡下农场里面钓鱼，还有喂鸭子。钓鱼是一种文化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乐趣，希望你们有机会来我们家农场，可以钓钓鱼，喂喂鸭子，我们一起来玩耍吧。在少年之名里面，我们一起加油冲呀、啊！